嘿啊，我足介意的。卢卡斯真正足古锥的，我介意根本是一见钟情。才记无外久啊，就一见钟情，就一见如故。个工人哦，足古锥的。胡珊珊，你头壳歹去哦。我为着要炸你，想要滴个洋装啊，搁有包包，叫人卡伫个转机机场，搁骗你哦，是机票出问题。结果嘞，我回来看到的是一间无人伫个办公室。原来这就是去人泼冷水的滋味。我一世人哦，总算是体会到。明明是叫伊马上回来，拢已经过40分钟了。敢讲伊是拄着真命天子，就免上班啊？原来这就是夺命连环扣的尴尬。我不是叫你马上回来，是搁走去倒？我的秘书咧。嗨 ，boss， 阿弟家。我之前就甲你讲过啊，我足讨厌一直风吹的，我有我家己的 tempo。恁若硬要叫我正常上下班哦，迄我做袂到。而且你爱改掉迄啥物，若想到我就较好我的歹习惯 ，please。这是台湾，不是法国。你可以随性，啊，不过基本的礼仪也不能淡掉。在公司我就是副总，我一定让你工作上的自由。啊，不过也麻烦你把你的成绩提出来，证明你的实力。欸，珊珊，这是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 LKK 啊？啊，只有 LKK 的人不才会说的这样啰啰的。Lucas！Oh, calm down. Try to be a gentleman, okay? 副总，爱老虎哟。这你无介意哦？啊，这嘛是珊珊教我教的啊。伊阁有讲足侪台湾流行的话，亲像啥物啊，竹本口木子啊，樱樱美代子。好啦，你住的所在，我已经替你安排好啊。我叫司机送你回去休困。我才无爱嘞。我甲珊珊讲好，阮等下哦要做伙食饭。伊阁爱上班，我陪伊上班啊。你看，这么侪资料拢无分类，我是要怎看 ？Boss 啊，还阁有家己的物件哦，摕去放。银行要甲总经理还阁有董事长食饭，这是工课，一定爱去，无得参详。司机，驾照准备好，把那设计师送去我度假给你的主机，你即马要落去啊！我不要，我要陪珊珊上班，暗时阁要甲伊做伙食饭。错，关。OK，Fine。咱找时间食饭。好啊。拜拜。拜拜 ，Lucas。奇怪，啥物都照伊讲的做啊，一直无欢喜啥，而且明明资料我都分好啊，搁要找我麻烦。害我才期待伊回来，结果伊回来都对我使性的。我让关君臣回去休困，伊敢有需要这尔无欢喜？才短短几点钟啊，两个人感情就这尔好？搁徛咧创啥？要做工课啊？我有代志要问你啦，我拢照你的吩咐做啊，我到底有倒位做唔对啊，让你这无欢喜？等到今嘛，一个笑容都无。我是有叫你哦去陪卢卡斯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
我无叫你去陪伊啉酒啊，而且上班时间去酒吧敢对哦 ？But he wants, can I say no？ 万一哦 ，Lucas 无欢喜，你是不是够理由啊怪我？哎，啊你即马技术上是安怎啊？啊？你当作家己是模特要走秀是无？这是办公室，穿甲安尼，啊，佮画甲安尼啊，我毋是讲过，伫办公室哦，禁止花枝招展。禁止花枝，哪里我做套贴啊？啊是你佮伊套口？蔡永辉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特别打扮是要互你看的呢。诶，穿这束是因为卢卡斯讲啊，这束较适合我。诶，画甲安尼是因为我希望互你耳目一新的感觉，结果互你嫌甲安尼。好啊，你若是看我无顺眼，你会当换秘书。我，你安怎啊？你今日甲我石头路，阮爸收起。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回去甲阮爸讲啊，是我无想要做啊，卡片你看到我就生气啊。再见。顺顺利利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唔免甲我说多谢。我已经分好啊。Boss， 紧急程度五颗星，请尽速批阅。啊，不过还会记得好把酒休困一下哦。欧巴。